是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我是喵喵喵喵喵，记得哦，它是喵喵，玲玲，乱搞去，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混在一起，是玲玲，所以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重点的，是玲，一，差点割到这，这是我们存很久的零用钱，零用钱。妹，你抬抬看，我的很重哦。哇，你好轻哦！你看完你就，要谁来杀？小时候爸爸妈妈没有杀过猪公，我们都是用投币孔，然后把钱当慢慢弄出来。妈妈杀我的，一人一只。我杀你的，杀。小欧来给你。从洞开始捡吗？好。嗯。小欧小心一点。成人影片是猪的人不要看，小猪。可能他是猪的人。小猪不要看啊！妈妈剪，让剪一半了，你看姐姐。好，每人杀猪方法不一样，好，没关系的。一、二、三。猫咪杀猪成功。啊，不能混在一起啊！不能混在一起。十个叠一起。已经把我们的钱钱放出来了，这个是存了好。一年的钱钱 money 头痒痒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百才这样。哇，这会不会小会不会2000块啊？以后你用钱一天只给5块就好了，一年存2000块太夸张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两个不一样高，有没有看到？是谁？哦，这个比他高。妈妈，你怎么叠个一个矮一个高啊？真的吗？嗯。然后，那边不是你叠的？十。我是这三排都是我把它搬过去。那你把它检查一下，你检查是不是一样高？这个90了，它有没有跟他一样高？一、二。我的比你高，四、五、六，是妈妈的问题，没错。七、八，叫你叠十个，没错。还差一块，这个是新存好的，先给你。所以你从多少钱要算出来？不，你弄了老半天，到底多少钱？因为这些钱，就没有真实确认。一、二、三，不要很准呐。五、六、七，这个是八、九好的，你看，还说准。有九的哟，所以你怎么排的？我看过去，你有些好像有高有低呢。一，对啊，所以要再重新算一次啊。十个吗？八九，我忘记加一个。对呀、啊。对、啊，十。怎么都一直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一十。被老鼠偷咬走了，是不是？不、哦，有了，三四五。啊，等一下十，那等一下那一叠有九个了。八九，真的。不要给我在那边笑，嘻嘻哈哈。啊，好热！一、二、三、七、八、九，又是九。你不要再拿旁边，你要拿那个多的。八。你拿你下面不是还有？竟然还有八个的。十。难怪我觉得那一叠那么少。一八。前面还要加四个。七八九十。接下来就排一样了，因为他们都整整齐齐，只要小心他们是不是有卡到其他的。怎么这个又是六个？一千、两千，然后十、两千一百、两千两百、两千两百八十元。两千两百八一次。我记录一下啊。2千2百八十七八六七八九十。十三个一百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帮你算。姐帮忙。一千。一千三百，一千四百，然后一千四百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1770元，不是，1470元。这样老板会倒店啊！1470呀，一四，
1470。你要检查他的，他的是偷数，明明只有1280，留报2280。那你们存这些，你跟我上小学上钢琴，你们存这些零用钱最主要是做什么？最主要。嗯。我再想一下，当初是存这些钱是想要做什么的？你看我的这个好漂亮。当初存这些钱的时候，我比较想要买钢琴课的点心，帮我妈妈买圣诞礼物啊。好，喂，是你的。现在是装钱时间，看要装自己，先给弄多少元进去。好，开始。我们等一下要买小只的，对不对？比这个还小只的，它、什么颜色的？当然是红色啊。红色的。红色很喜气。妈咪呢？我要橘色的。橘色啊，有橘色，有橘色。竖起来了，有没有观众？竖起来了。你的钱？你有掏我钱吗？没有啊。这钱要还给爸爸了。然后不行。还给爸爸，然后那些以后买，直接爸爸拿2280给你。我们珠公要10块10块再重新存。嗯。懂不懂？这钱是我们。这钱爸爸用1000块的跟你们换，知不知道？是用千吗？可是我想要100，10块变成100。因为我们家里面有那么多10块的。那我们就直接换成100。也是可以，换成一张1000的比较。你看我在立起来了。你们钱拿去给妈妈，叫妈妈帮你们存起来。不要，我爱自己存。不然以后我没有10块钱可以给你们零用钱的啦，知不知道？是我的钱钱，我来给你。那我们各自给爸爸50元就好。不用给我50元干嘛？工作薪水啊。不用。啊！我的钱，我的钱收。零用钱拿去给妈妈存起来。那妈妈会帮我们管好，不会乱用吗？对，她会到时候换成1000块留在她那边存起来，她这10块钱呢，以后继续拿来给你们发零用钱用的。就是你这次你把钱那些钱应该是我们的呀，妈妈。可是你们钱要存去银行啊。为什么要存去？你不能把所有钱存在身上，对不对？啊，家里有，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。对啊，钱不是都放在身上，是要存起来的。可是这是我的钱。你都用，你们自己反而会丢掉，你自己那么闹东闹西的东西经常不见，不见以后钱就都没有了。那我不要换成其他的纸钞。但你们自己要杀猪工的啊，可是那个10块钱要给爸爸以后发零用钱给你们用的啊。你之前不是跟我们答应过，可以。看自己要不要啊？对呀、啊，那这是我们的零用钱啊。好，那爸爸做决定、啊。爸爸剩下的10块零用钱发完以后就没有钱发零用钱了、哦，好不好？那你就继续自己留着吧。爸爸把那边的10块钱全部零用钱发掉以后就没有10块钱发零用钱了，懂不懂？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啊。这些钱还是你的，那我们先把它存去银行。那我可以换成纸钞，然后这些零用钱跟你们换。对啊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开始换。好啊。好，来，现在换，拿纸钞，拿纸钞，这里有多少钱我都忘记了。拿纸钞。我先看一下我的钱包里的钱。新闻挂稿，现在有个人要拿纸钞。好，来，是1000，不是100。你的零用钱是多少？1000，不是100，2800。我只要1个1000，然后其他变成100。好。然后800，我的嘞。2280。对，2280。你超爱红色100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超级爱红色100。1、2、3、4。6、7、8、9、10，2200，然后80块呢？80块，我数数看，我直接把这里倒出来。哎，对啊，你全部拿过来。你为什么还偷藏钱？我老板愿你自己拿80块下来。那我就70，然后2个5元，
给80块钱。好，其他都拿进来，都是我的。啊，那我的钱钱呢？要跟我换啊？纸钞。对啊。换成纸钞。哦，你看，这是姐姐的 money。Monkey， 我没有 monkey，monkey 就是猴子。Money 啦 ，money money。好，等一下，再给我40块，买新的珠工的40块。嗯，这样我就只剩。你们自己要把珠工杀掉，就要自己付钱啊。他们下次双十节再杀珠工啊。给你1400，你是1470对不对？嗯。你自己拿30块，这些都我的啊。啊，那个袋子呢？那袋子里面没有钱。那都我的，都我的了，拿出来，你换纸钞了，然后自己留30块。1430。30都给你没？真的钱呢？你也30块啊？然后钱呢？拿去给妈妈存在银行。要存银行？对啊。所以那些钱还是我的。对，还是你的，存在银行。然后妈，你们要买圣诞礼物的时候呢，去跟妈妈讲，妈妈就去。会去银行领钱帮你买圣诞礼物。好，那我们拿去找妈妈，钱给妈妈存，纸钞拿去给妈妈存银行了。我的钱，我的钱。要存妈妈银行的。来，不是这些，这些是你们换掉的，纸钞要给妈妈存银行。能不能钱拿不出来？你看。换纸钞了。换纸钞了。什么时候换的？刚才啊。爸爸给你们。你们纸钞，你们钱要自己留在身上，不见爸爸不管哦。嗯，那些钱都给妈妈。这些钱是我的，这些零钱是我的，我拿纸钞跟你们换的，懂不懂？嗯。啊，零钱呢？要全部要那个刷干净的。对。快点。不，你要自己留着也可以啊，不见以后不管啦、啊。那你留零钱呢？我的钱。啊，你留零钱。还我钱。那留零钱，你们自己留着。还我钱。留零钱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我纸钞。那今年圣诞礼物，爸爸不出钱哦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好，你们自己。那我要买便宜一点的，就买森林家族家具就好。森林家族那一套都1-2000块的，哪那么便宜？不是，我是要买家具。嗯，买好一点的，买整组的森林木那个灯光屋。买更好的，买5层楼的。开会开始，主席报告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这是要来讨论钱，然后呢，我们呢都会，我们就会投票选举，利用钱觉得可以使用的人自由使用，自由使用的人可以举手。我举手。妈妈，你也要参与。可以自由使用啊。对，来，妹妹，看你要不要，看你要不要举。你觉得可以自由使用吗？零用钱可以自由使用吗？就是你的，你要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，是吗？还是要交给？来，那位领头先说。我觉得可以自由使用。OK， 好，那你觉得嘞？你觉得？我的话会觉得它可以，你要，要是你觉得可以就举手，还是要交给爸爸妈妈，还是要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你也可以啊，那你觉得可以就举手，赞成的话，赞成可以自由使用的请举手，赞成可以自由使用的请举手，看你要不要啊，我不要啊，零用钱可以自由使用，好，那就3票，三票，好。我们这个投票是公正公开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少数要服从多数，多数也要关心少数。我数3、2、1要举手哦。好。同意零用钱以后给5块的，请举手。来，妹妹数。3、2、1。好，那位领头谁？好，这里只有一票。我觉得以后零用钱我只愿意给5块。我是出钱的人，我是老大。所以这两个他赢了，所以零用钱还是给10块。耶耶耶耶耶耶！我是民进党的，我说给5块就给5块。来，现在是提供意见的时间。
有没有谁要提供意见？谁要提供意见？啊，还有谁要提供意见？你刚才举手，来，请说。没有啊，我只是想买药啊。还有谁要提供意见？我要提供意见。请说。以后零用钱一样是一次十元，但是每两天给一次。每两天，所以就要给二十元。如果还有意见的人，一次给十元，每两天给一次。如果还有意见的话，所以就是两天两天，然后第二天就可以给二十元。给一次，一次给十元。一次给十元，所以两天是两次。嗨、嗯、，Siri， 我没有可以。你要不要走掉？在这，我可以帮你什么？哎，以后零用钱要每天给，每次给十元吗？我没有可以执行此动作的应用程式，你必须先下载。你可以试着在 App Store 中搜寻。你赞成零用钱每天给五元吗？很抱歉。我不太清楚你想表达什么，你需要先下载相关应用程式后。如果有磁铁，它就可以。胳膊往外弯。今天妈妈买了一个大苹果，一个大橘子，不对，是一个大柠檬，还有一个大苹果。大柠檬，这是我的大柠檬。这小柠檬，这比之前出工小，对不对？这样应该可以下次存一年可以存满的，对不对？抽乐时间到咯，今天是新的铺满，所以今天只有今天零用钱是20块。换我两个耶。对。